胜利无法交易。因为猪八戒肯定顶前面，然后又去把阵型保持好。哎，小宝这边舔到吕布，打的还行。马可波罗在跟上，修为直接被秒了。这边马可波罗又是一波，打到猪八戒身上，成员被留住，吕布再劈一下，二连击破。珍惜他，守护他，永生永世。顶到，但这边开一个金身，周瑜想要给张海直接先被控了。看一下后排，这边是被推了一下，马可波罗现在先杀掉花海，这样的再进一下，还能打支援吗？全是残血，安家这还在，再给周瑜伤害，站起来，二连击破回身，周瑜还能说再说一个清风阿吉拉，回身再打，继续的耀眼，一个满血状态在。王者大陆。你看这边扎飞直接接风，满雨绕后不进去，西门上脚，西门踩一脚，但自己太脆扛不住，直接倒了。林子的话想要扛在位置，想要扫后排，林子很难受。这边的话，林子已经拿到双杀，猪八戒穷追猛打，伪装不想放人走，走不掉了，走不掉。韩国这边林子也包过来，还能不能给我？在后面总是打能，给他们两掉回去。Killing spree。历史对我紧追不舍，但我速度更快。到位，马上路这边要等接发难，想一直打，拍两个，龙场上升，再找最多帮兵团了，直接想挂一下四叶子，残血再进来，直接出到跟他这样双杀残血，还想找个输出位置。这片绿荫从不缺乏天赐，大家都要四分上香，才是最终入手权。这边很难逃跑，也被带走。这老夫子。其实我感觉双方打得好欢乐呀，中场打到一半，这个方式是双方都不打了，先打架。是的，再看一下明灯这边也很难，直接是把伊藤给杀掉。再来，莫灯这边可能也走不掉，二连击破。这边无眠可能也走不掉，要不要三连决胜？三连决胜。加油，各位，勇夺第二吧！少人呐，进来。已经扎到了四个，还要再打。看白眼了吗？现在开始疯狂输出，还在点。算了，没有人能切他。还不错，滚出来，但是要直接转过来，打掉了孙尚香。想起打回来了，还剩一个百丈之后，竟要团灭了，就开招，反身团灭，二换五，渡劫完成了一波三连绝胜。这小禅的姿态，就是在这种又是一个。这个四防三的一个，这不太稳啊！连坡直接开了边间，今天没闪现了，被吕布大招击飞。那光帝先来到现场，先给一个大招，三个，三个再回身又一刀。吕布这边先筛到了一个孙膑。征服与凛冬的名义。这边直接过来开船过来，没有留到人，还在敲。这边张飞一个钻地板，直接是带走了。但是关羽进场，黄叔叔在地上再抬一脚带走了张飞，回头再来一刀带走了无眠，看一下裁判还在输出，还没有死，跟这边没有关系，再顶一下带走了老夫子，这波打了一波四换三。这么直白的盯着前身，好羞涩、哦。在这边貂蝉，他的队友都已经倒了。关羽这个位置跟貂蝉隔得非常远，没有办法互相呼应。九尾还在五虎之城，最后一下飘不动了，还在飘。关羽再进场，这九尾最后秒掉两人之后才阵亡，有一个前程。善书者自有风骨。请一身之力来送直接动手，先看这边这里留住元芳，元芳交出二技能，肯定位置是改人，真正的起火是这样。阿改我有输出，打上了阿改，真被炫秒。另外一边支配也被留，其实也是出现线留人，不可这样的话也姗姗来迟。支援对我的团战这边一波四打三，随即展开。哇，这一场三连血是被压低，但是后面四连杀已经让他们就一个三连决胜。清风这边血量只有一半，彭彭这边血量现在他没有前排，清风选择了反打。庞庞马上跟上输出，瞬秒两人，这是我的第二个好四连，超凡五连绝世，魔者还在大魔王。